你是政府人员是吧？你是不是政府人员？我问一下你，我知道你是政府人员是吧？但是我哥死了，是人都不能看，对不对？没讲，哪个有讲？我们没骗你了，这个人死无缘无故死了，连人都不能看了。哦，你还留个不得？现在这个政府是这样的吗？不存在的，现在这个政府是不是？你说你现在这个政府能？两个多月，是不是？你政府人员不可能是这种作为的，你说人死了不可能不给看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现在你们这个制度现在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你作为一个政府人员，你不可能人死了人不给看的。你先要家属先把人看了的，这个人死了人都不给看呀，这不得了的意思，这天了这个字啊，是不是？看看给你啊，还在死日进去啊，别个潜水了冒电不给你啊。你先要家属先看人，这个人死了你不可能不给人看人，对不对？这你还得了，人死了人都不给看了啊。